乘华航直飞高松的航班，飞越濑户内海的视野跟飞往东京及北海道还是不太一样的。从空中看到跨海跳岛的公路、岛波海道及散于濑户内海大大小小的岛屿，视野真的很特别。夕阳西下，我们也快要抵达高松机场了。高松机场是日本国内线的小机场，我们搭乘巴士前往高松市区。在机场一楼大厅设有可前往晴平的晴空巴士，以及到 JR 高松站的机场客运巴士，车程约40分钟。抵达饭店放好行李后，我们就出来熟悉环境一下。除了吃晚餐，更重要的是找超市。高松市虽然是四国比较热闹的城市，但还是属于比较乡下的地方。商店街除了超市及拉面店，很多商店都早早打烊了。四国香川县的名物是赞岐乌龙面，所以我们此行第一餐就是吃乌龙面。这次的行程本来预定要环四国岛一小圈，但出发前却得知有一个台风正在往日本的路上去，而且不偏不倚就是要往四国方向扑过去。于是我们在出发前一天紧急调整了行程，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对没去过的地方更要小心看待。到松山先去搭乘著名的鹿皮电车少爷列车，印象木树实小说作品《少爷》中的主角搭乘过，就有了少爷列车这个别名。可从松山市区搭乘少爷列车前往稻后温泉，一边欣赏风景一边万味当时的氛围。本来预定在高知县四万石附近乡间住宿两晚，但台风携带雨势，我们觉得在市区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旅馆方面也因为台风同意我们在行前临时取消住宿，因此只玩两天的行程，我们玩了四天。于是松山是最有名的稻后温泉，我们来了好几趟，白天来，晚上来，晴天来，下雨也来。稻后温泉的商店街是有雨遮的，所以下雨也可以逛街。午后我们又搭路面电车回到松山市的大街道，准备来去看看松山市有名的野球祭。爱媛县松山祭是四国四大祭典之一。
本城堡，也称作伊予松山城。松山城位于松山市中心，本湾位于市区中心的标高约132米的圣山山顶。普通游客上山的路线从东侧东云口开始，可以步行途经东云神社上山，也有索道、缆车及吊衣。因为台风天，所以吊衣没有运行。距离松山城索道东云口站最近的车站是伊予铁道路面电车的大街道站，少爷列车也经过此站，徒步约需5分钟。大街道站的北侧是索道站入口，索道东云口站一楼有年终无休的观光案内所。总之，我们为了躲台风，真的很认真地玩松山市区。索道单趟耗时约6分钟，沿途可以欣赏绿意盎然的景色。仅剩12座城，保留江户时代以前所建的天守阁，松山城是其中之一，也是最高的一座。日本建城种类分为平城、山城、平山城、水城。松山城和金山城、姬路城并列日本三大平山城。平山城是坐落平野中的山或丘陵等处的防御型城堡。せーの、松山城。よくしてほしい。除了历史文化与特殊性，居高临下的辽阔视野也是一绝。可惜没有蓝天白云，天气好的时候可眺望濑户内海和四国山脉的景色，是游客到爱媛旅游不容错过的景点。越来越大了，从二之丸史迹庭园的方向下山。松山市区一路上只有风没有雨，于是我们决定开车去内子老街走走。内子老街全名是内子町老街，位于爱媛县西南部南予地区。过去生活形态以传统农林业为主，因江户后期到明治时代时出产的木蜡与汉纸品质优秀，小镇因此繁荣了起来，至今保留着风情独具的老街。漫步于此，可以感受到穿越时空般的独特感受。可惜，我们遇上了台风雨，便又速回松山市区。台风过后，总算雨过天晴了，但预定的赤腕死地区已经去不成了，就继续漫游松山市区。这是我们最后一天住在松山市区，我们搭乘电车环游松山市一圈。台风过后，我们回到稻后一带走走。
道后温泉街散步的范围包括方柱城迹、道后公园、汤神社及道后温泉区。道后公园，方柱城址成圆形的公园，中央部分为高度30公尺的丘陵地，从14世纪前半到16世纪后半保存约250年的汤柱城遗址，外围由汤柱城护城河所包围，内护城河像是将丘陵包围一般的环绕，站在制高点可以眺望松山城。在春天，道后公园也是知名的赏樱地点。回到道后，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认识道后温泉区了。神隐少女世界拥有3000年历史的古汤，是观光客到松山必游的景点。道后温泉本馆是日本第一个国家重要财产的公共澡堂，分两种室内大众浴场，神之汤及灵之汤。位于道后温泉本馆南侧关山上的汤神社，顾名思义便是祭祀守护道后温泉的汤之神。在这里可以眺望道后温泉本馆的全貌。最后，我们逛了道后温泉区一圈，几家温泉饭店的门口有提供免费的竹汤，即使没有住宿，也可以享用竹汤。回到市区，为期3天的松山野球季还在进行着，我们再次国爱院线松山市慢慢游行程，就在这一场力与美结合的舞蹈中结束了。相关的资讯我会放在说明栏里。希望对您规划日本旅游的行程能有一点点的帮助。您的订阅是我最大的支持，谢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次影片再见了。